国民党台南市党部上午11点召开委员会，会中宣布将征召台南大学校长黄秀双参选台南市长。国民党党部主委谢龙介说，黄秀双以政治素人的姿态披战袍，将会兴起另一波柯文哲现象。同时，谢龙介也提到，政治素人的力量不容小觑。黄秀双的形象清新，有亲和力，角逐台南市长容易吸引中间选民，相信他能够像柯文哲参选台北市长一样，与对手形成五五波，在台南选情上突破重围。